上校25年以来，唔捌来教恁咱的吼，云林科教学校，我嘛是甲大家讲，咱就是相信妈祖婆吼，啊，结果咱妈祖婆就是上天的囡仔，妈祖婆都转向过来，而且还住家在我们学校。我先不要录了。3月9号小朋友要生之前，妈妈有癫痫，就只能只能动手术开刀，让小朋友剖腹生产，不然如果说自然产的话，风险会很大。然后前年我们就已经有跟着妈祖一样也是做服务，然后去年、今年都是一样做服务，然后都是希望保佑小朋友平安健康，然后他们之前已经顺利的生产。那目前小朋友状况是怎么样的？有没有什么？有一些皮肤上的一些疾病，然后目前还有一些隐形的疾病还不知道，还没有做检查。然后就是晚上比较容易哭闹，不安稳，然后求妈祖保佑他安稳一点，平安健康。拜拜。拜一下，拜妈祖一下，拜妈祖。对。
过。朋友去那个跟我讲说，到时候可以来弄一只给他。啊，白沙屯妈祖真的是很灵验，他直接在回头回来的时候，他就顶着他的肚子，因为我的女儿才刚开刀，啊，然后就手术以后也都住了一个多月，然后到现在还不会好，然后医生说大概要靠药物才能控制，但是至少保存了他的两颗肾。哎，他现在已经两岁了。他是八个月的时候发生的，然后发现的，然后因为八个月年纪太小，没有办法麻醉那个全身麻醉，然后只能拖一拖，拖到两岁才可以全身麻醉，然后才进行手术。真的谢谢，等到我女儿好的时候，我一定会专程骑到白沙屯妈祖庙拜拜，晚宴。